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在夏天最最重要的一类单品是内衣，因为衣服穿得越来越轻薄了嘛，加上天气比较闷热，所以它的舒适性和隐形效果呢都是缺一不可的。这件 Ugras 的悠悠撑内衣呢，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穿的，面料是那种很丝滑的感觉，然后整体摸起来是 QQ 弹弹的触感，底边啊、侧边、背后的果冻条设计呢，真的是可以让整件衣服的支撑力啊好很多，然后穿在身上呢也完全不会有勒痕，但在抬手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会跑杯，而且我觉得在视觉上的话，对于这个收副乳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这款内衣它会更加适合对内衣支撑力有一定要求或者说是有一些副乳的姐妹，而且它还有同类型的背心款和大杯款，像我是 B 罩杯嘛，我觉得这个款对我来说就支撑力是刚刚好的，甚至我觉得它穿着去做一些轻量级的日常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就可以满足一个比较简单的通勤运动无缝切换，就特别省事，再加上它这种很简洁的设计语言，我觉得就是即便不小心露出来一点也完全不会有尴尬的感觉，真的还蛮适合在春夏天作为内搭穿着的。